龟山区光启高中为了让汽车修护科的学生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操作学习，特别和轮胎机械业者合作，在校内砸重金打造了千万级的汽车实习工厂，提供学生们平时的教学训练以及考取丙级证照的场地，让学生未来踏出校园的时候能够和业界无缝接轨。俗称东瀛战神的日系跑车 GTR 就出现在学校的汽车实习工厂，提供学生操作定位展示。光启高中为了让学生有更充足的设备能够实习教学，特别和轮胎机械业者合作，提供专业的百万级仪器，其中这台 3D 四轮定位机是汽车业界的最新配备。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公司提供给光启这个 3D 的定位仪呢，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设备。主要现在在汽车定位的这个市场上面呢，大部分走向已经是 3D 的这个量测的一个仪器，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提供的是现在市场上最新的一个仪器，也让光启呢这一次呢可以提升它整个这个定位的一个教育的水平。这里同时也是一个丙级检定的合格考场，举凡机械手臂拆胎机、抽气式排烟等设备应有尽有，让学生可以在这里实习操作之后，直接在原场地进行丙级检定考试。现在我们这里有八个的一个制高机，然后整个设备都很完整，所以在这丙级方面就是超过丙级单的丙级检定来的一个设备啊，所以我是在想今年年底可能就要有一个乙级证照的设备出来啊，是我一直让学生多元化的选择与学习。光启高中汽车实习工厂占地500平方公尺，目前已经是通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认证的汽车修护丙级考场，校方砸重金添购这些设备，相信能够更方便学生的学习以及和业界接轨。台视新闻浩轩报道。